哎，不好意思，你知道这附近哪里厕所吗？哦，那边有。那边是吧？哦，好，谢谢阿姨啊。不是，你干嘛喊阿姨啊？啊，谢谢阿姨。谢谢爸妈。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。我是女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叫仙女。啊，谢谢美女，谢谢仙女。当在一起时，来，宝宝吃薯片。嗯，不吃了，肚子已经很撑了。这么好养活的吗？嗯，算会。2000 years。别吃了，别吃了。我不管了。哎，那等一下，大哥美女们，你没有就对象吗？有。你有啊？你有吗？没有。叔叔，我不想奋斗了，你下个微信吧。我不想奋斗了。我弟弟啊。不想奋斗了。我也不想奋斗了。我不想奋斗了，叔叔，我不想奋斗了，真的，我要少奋斗30年。你大姨念你，这孩子好小。来叫爸爸，来叫爸爸。虽然我拖家带口的，但是我不想奋斗了。快点，孩子。再叫媳妇。今天不是愚人节吗？然后我跟夏姐一起准备了一只吓唬我。不要问为什么不是我蹲，因为我太胖了。忍受一下，把我吓死！老师呢？把这个培养音给弄了，袋子里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袋子吗？我是你叫的滴滴打伞，我没有叫这个呀。哎，没事，我送你了。我没事，我送你。确实是没有叫这个。没事。你去哪儿？哦，我就在前面。啊，就在前面是吧？好嘞。所以你是一个人来逛街吗？嗯，对。现在还有打伞吗？当然有啊。在这边吗？谢谢啊，对。哦，好，10块钱。10块钱？还要钱了是吗？一会儿。当然了。要不然或者。给我你的微信，我给你打个5折。那不然做我男朋友吧，不要钱了。免费吗？做男朋友吗？对吧？真的假的？对，是吧？怎么？刚好七个人逛街。那走吧。哎，那个小姐，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什么？就是如果有人在你面前倒了，你会给他做人工呼吸吗？应该会吧。应该会是吧？渣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马上要去面试，然后可以帮我拿一下手机吗？我稍微打扮一下。口红好好看，你觉得呢？啊，谢谢小姐姐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呢，就是假装情侣在路人面前秀恩爱，看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。哎，那个兄弟，你有女朋友了？有啊，他也有，我也有，嗯，看出来了，看我跟他特别好，真好。你女朋友呢？再忙我要陪他，再忙也要陪。嗯，但是老公吃饭了呀。啊，我懂了。我要给你弄个火腿肠。哎呦我去！来，我老公在蒸着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哇，真好吃。等一下，要秀了。行，那我们走了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吧。Hello， 小姐姐，一个人吗？
你知道奶茶怎么样喝才好喝吗？累一点吧，我很累。哇，好讨厌！老王，昨天那10块钱草莓钱能不能换种方式还你？什么方式啊？还这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行不行？不行我就转钱就给你。你早点啊，早点，昨天把钱都买下来。没，你闭着。我这样吧，就是眼睛睁着，你得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那我上了。还要吗？哦，不会看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感觉怎么样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着急上厕所，你帮我看一下东西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大概多久？一会儿就好了，2分钟就好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，这怎么有2块钱？应该有人给的。有人给的吧？那，哦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爆米花免费试吃，免费品尝。目前国内最好吃的一款爆米花，你品尝。很好吃。已经吃的停不下来，我一盘都不够你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西郊蔓延比较好，就是女孩子嘛。哦，我喜欢西郊蔓延。开电话，接电话。喂。它真香，真香。Hello， 小姐姐，请问你冷吗？嗯，挺冷的。我这衣服有点卡着了，松一下。作为补偿，我实现你一个愿望，好吗？那亲亲抱抱举高高可以吗？嗯。这是抱抱的吗？然后。Hello， 小姐姐，我请问你知道哪边有超市吗？那边有是吧？请问那里有糖卖吗？有啊。你知道那里的糖甜吗？有你甜吗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我喜欢你的日子。才14岁。没事，我可以等你4年，我可以等你。可是我不喜欢大叔。不喜欢大叔。他不喜欢大叔。你觉得现在这边合肥的房价贵吗？多少钱？你们觉得这边房价贵不贵？挺贵的。贵吗？贵。送你一朵花。十块钱一朵，十块钱一朵。这么少啊？十块钱一朵。不要了。那5块钱吧。拜拜。